好，来回头过来看蔡总统，再去到嘉义县鹿草乡参加当地产业园区后期开发工程的动土典礼。这向前，嘉义县将要为传统的农业大县转型做工农大县。啊，这个选战愈来愈激烈，蔡总统挥毫南部，除了拼人气，嘛努力要来捧出着地方重大的建设，要让选情搁较加分。蔡总统到嘉义鹿草参加美调后产业园区后期开发工程动土典礼，这个地方规划重大建设，要发展智慧机密机械产业，和嘉义县不只是传统的农业大县。园区已经有33家知名的厂商投资建厂，在今天后期园区动工之后呢，全区将在2024年完成开发，预期可以提供300家的厂商进驻。创造20000个就业的机会。嘉义县人口老化问题嘛，透过科技来应用，每条产业园区就是要加做智慧健康教育科技的重点。会整合政府跟民间的资源，来提供有长照需求的资源协助，建立起长照服务的产业链。随着总统选战逼近，地方大型建设推动，蔡总统每一场拢是北中南走透透，亲自参与，想要让更加侪乡亲看到三冬外政策到底做偌济。